你没事吧？你怎么了？我的确有点慌的，你能不能帮我买点糖啊？我可是我外卖要超时了呀！我求求你了，帮帮我吧。那好吧，你等我一会儿啊。来来来，糖来了，赶紧吃吧。谢谢你。怎么样，好些了吗？好些了，谢谢你刚才救了我。没事就好，我要送外卖，我先走了啊。哎，等一下。 来，再给你，你点心一二粒，你拿走吧。钱就不用了，举手之劳而已，我还有事，先走了啊。哎，不好意思啊，刚才路上有事给耽误了。这都几点了呀？现在才送过来，这外卖还能吃吗？对不起，对不起啊，我真的有事给耽误了，你千万不要投诉我呀。你这什么味儿啊？臭死了！离我远点！ 还有啊，我告诉你，我不仅要给你差评，我还投诉你。你千万不要投诉我呀！我求求你了，你要是投诉我的话，我这个月活都白干了，我上有老，下面还有五个孩子要养，你可千万不要投诉我呀！少废话，关我什么事啊？赶紧给我出去，脚臭死了！老板，这么久，怎么是你啊？你给我过来一下。行。 对啊，小王，你刚才的行为我都看到了。每一个人在外面闯荡，为了生活都不容易。你为什么要苦苦为难别人呢？更何况刚才他是因为救我才迟到的。啊，老板，对不起，我下次不敢了。好了，下次再不允许有这样的事情发生了。你先出去吧。好。对了，你以后啊就别去送外卖了。刚好我身边缺一个助理，你就来我这上班吧。 我给你算不了工资啊！可是我什么都不会呀。哎呀，没事的，不会呀，可以慢慢学嘛。我相信，善良的人一定会有好报的。谢谢老板。